大陆民众表示，中共带给自己和亲人的苦难历历在目，退出中共才对得起天地良心。来看他们的退党声明。柳伯宇说，我决定退团，替先生退党，替孩子退团。我这半生过来，从童年时代开始，协共带给我的亲人以及同胞的深重苦难都历历在目，篇幅所限无法概述。今天的协共这个怪胎已经膨胀到能染指世界每一片文明的土地，这场蔓延全球的中共病毒就是协共绑架了世界的证明。我愿尽我微薄之力，直到协共消失。关姓焦李花明说，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才是对得起天地良心的举动，才能真正的心安理得。